都不能。哦，信心十足哦！今天要考的是你们的常识和机智，你们认为你们的表现会比上个星期的三位型男好吗？会。真的吗？考我才知道哦。OK， 我们来看看 Gustin 的考题是什么。哎，这里就是我的客厅了，都是名家设计的，怎么样？随便参观一下哦。哇，很美，很有 taste 哦。真的是很不错哎！哇，这个杯好别致哦。嗯 ，so cute。哎，你是主人的朋友啊？啊、哦，我是他小学同学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可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啦。哦，嗯，那你呢？我啊，我是他爸爸的表哥的 S classmate 的阿姨的女儿的表姨。哎、哦，你嘞？哈？哦，我是今天在 market 碰到他的，他就叫我上来 housewarming 哦。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哦，哇，刚好大巴遇到他，给我30块，叫我上来，怎么都想，哇，很美，很有taste哦。啊，哦，嘿，这里呢就是我的饭厅，怎样啊？哇，很美耶，不错，很美，很有taste哦。你们看哦，这个不是墙壁，这是我的厕所。需要有马桶盖呢？帅哥 Gustin， 你说呢？啊，很美，很有配合。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，我们每天上厕所都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哦。OK， 不是我们做的那个哦，是上面那个盖住的，整个盖着。为什么要有那个呢？它 unique 啊，你们都上单子 flush 的时候啊，还有味道，还有味道，所以你要盖住，不然你要就买那个，你知道，选的放在里面，你冲水它就没有味道这样。我觉得我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不是我自己生活中碰过这个问题。嗯，我住过新屋啊。那因为那个没有那个马桶盖啊，里头跑出一只老鼠，所以它那个盖子，它那个水管是贯通的嘛，所以它可能可以是防止任何动物、蛇、鼠之类的东西跑出来。可是，所以它是要盖住，所以是一个用途。可是我们没有人会用。对对，重新猜一下，就是比较干净，嗯哼，嗯，比较雅观一点点，嗯，很肤浅。这个我懂。太简单了吧？哎，嗯，讲吗？可能给我的想法是防止异闻吧。哎呀，最胖的人是他吗？你们听懂了吗？是冷静，好了。哎呦，我怎么说？我以为他讲我们哦。哎呦，脑袋像蚂蚁一般呢。你们两个，你们猜一下。这是卫生关键的问题啊，我觉得哪一方面提醒一下？因为有时候你小便大便这种东西的话，里面都有 germs 嘛。哎 ，germs 是 contagious， 是 airborne 的，所以你抽了水之后啦，你还要盖住，哎，让它慢慢的 diffuse 掉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全场没有人会用马桶了，我们谁冲过厕所的时候盖过马桶？都没有。不啊，这是我习惯。我说怎么会有？哦，会，我会。啊，你真的盖马桶啊？啊，这是我的生活习惯。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味道，大便小便啊，然后你冲不干净，那味道会溢啊，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通常人家大便的时候，对吧？然后会有粪不足，不是，是要怎么做的？哎，再说好不好？你不是一个地方啦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是你打疫苗吗？对不对？你是水屁。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OK， 请看。其实当我们在冲水的时候，是跟我们打喷嚏一样的，必须用手盖住我们的嘴巴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在冲水的时候，马桶内的那些微生物或者是病菌会被冲上2米高，而会逗留在空气里1个小时，并且会落在墙壁跟物品上，比如我们的毛巾啊、牙刷等。所以我们应该养成冲水时盖上马桶盖的良好习惯。Ready？ 这个就是这边，我比你胖。你因为在理解问题的时候蛮辛苦的啦，所以我觉得你刚才的good try 是的，很好，是的，很好。其实你的答案也跟我们是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大家都是一般的想象。很可爱啦，原谅他啦。我话是这样讲，分数很低啦。我还是会给你高，因为你答得比我好。说得好，这倒是真的。OK， 我们的冷知识真的是很有趣。那广告过后呢，有更精彩的考题，千万别走开。